近日，电视剧《追光者》路透释出，罗云熙牵手吴倩，男友 Limax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也是二人第三次饰演情侣。据悉，罗云熙的这部新剧很是让粉丝们期待。其实最让人激动的是在这部《追光者》中，女主角竟然是吴倩。在知道吴倩饰演女主角后，网友们都很兴奋，吴倩和罗云熙终于又在一起了。这两个人在《何以笙箫默》之后，一直被网友们催着再合作，这次终于可以如愿了。纷纷评论表示，我很期待，你们真的非常登对，真的是期待值满满的呢，太期待了，简直是完美的组合。对于他们的再度合作，网友们表示非常满足，能在有生之年再次看到两人组成搭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。罗云熙、吴倩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员，都有着优秀的演技，相信这部剧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，大家期待吗？余文速递整理报道。喜欢就订阅呗。